将相大任于斯人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啊，是出了名的破案高手。百老汇富贵山庄，我要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来路不明，心口癫狂，无故开始绝路。你这是偷洒一滴泪，别喝了。早知道你要是这样的话呀，就应该让郭大陆把你傻子给娶了。人啊，应该为了自己开心而活，你只有自己开心了，事事才能顺心呀。对呀，说不定你做了最真实的自己，最开心的自己，那郭大陆哭着喊着都要娶你呢。怎么开心啊？侬啥辰光最开心？比赛赢了，案子破了，有人把我打得五里麦里，叫七爷爷饶命的辰光，我最开心。不管男孩还是女孩，你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。哎，你们都什么时候最开心？我一般都是聊八卦的时候比较开心。哎，说到八卦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真大的秘密。镇东头那个苏式糕点的薛老板，跟蔡婶有一腿。你们知道王栋为什么这么宅吗？几年前啊，他追我的时候在教坊下面放烟花，结果引火烧身，把裤子给烧了。好久不敢出门啊，就怕让人给认出来。这算什么丑事儿？我跟你们说，林太平前几年还梦游呢，他梦游的时候还尿裤子呢。我跟你们说一个，你们知道江湖上第一泼妇龚红粉吗？我爹追过他，还没追上。不好笑吗？燕七，你怎么那么八卦呀？哎呀，不要喝了，别喝酒，别喝了，我还喝酒吧，我连八卦都说不好。购物的时候最爽了，你爽不爽啊？我太爽了，疯狂消费的感觉真好。你要保持状态啊，我们要逛下一条街。走，下一条街去梧桐镇怎么样？好呀，梧桐镇啊！啊，走，梧桐镇，梧桐镇在哪儿？带我去看看。走。太过分了，这女人聚在一起就没好事儿。你看看燕七现在，每天活也不干了，采访也不采了，就知道说八卦讲隐私，咱们几个隐私弄得众人皆知的。讲隐私也就算了，关键是报纸没卖出去呀，这八卦弄得满城皆知，咱还活不活？对呀，
我啥也活不了，疯狂购物，天天血拼。前几天以置办职业女性行头为由，提前预支了账上一大半银子，现在我们已经入不敷出了。我回来啦！我得回来，真以为自己的话会怎么样？对了，我看上了两条皮带，特别好看，你给我点钱。没钱。这钱也不知道怎么挣的，就没钱了哈。啊，对了，那个你们有没有采访到什么好玩的消息啊？你跟我说说呗，这样我也可以跟他们说一说。没有，还嫌不够八卦。我当然要聊的了。女孩子之间的友谊嘛，就是要靠这些八卦来维系的呀，好不啦？你们的友谊是维系了，我们的友谊全都没了，好不啦？私自透露别人秘密，这属于侵犯隐私，好不啦？消极怠工，四处泄露报社机密，导致销售业绩下滑，好不啦？拿下老大！朱三，啥意思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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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保证把钞票挂我了，保证把钞票拿我出去了，欺负我对吧？哼！哼！亲家，我是专门找你来商量孩子的婚事的。他俩结婚啊，做梦吧！这俩孩子真心相许啊，由不得你不同意。闺女是我的，我说这婚事成不了，她就成不了。叫郭大陆离我家远去远一点，小心我伤着她。拽什么拽？老娘我干了20年的媒婆了，论武功我不如你。这红鸾天喜之事，我要是第二，没人敢第一。咱们走着瞧。俩孩子要是成不了婚，我就白叫郭大婶。姑妈，你是怎么了？前几天不还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病了？我给你找大夫去。我这个病治不了。我没跟你说，也是怕你难过。姑妈这辈子虽说无儿无女，临死前能有你在身边，我也就知足了。姑妈，只是可怜了你，日后又要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日子。姑妈，您别这么说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的身体我知道，能不能熬过这个月末还是未知。我现下最大的心愿，就是盼着你跟燕七能成亲。否则姑妈就是死也不能瞑目，不能瞑目。安排跟燕琪结婚的事儿。
叶青，嫁给我吧！哎呀妈呀，什么鬼啊！你刚刚说什么？你真没脸！我一刻也等不了了。对呀，说不定你做了最真实的自己，最开心的自己。那郭大陆哭着喊着都要娶你呢。 那你不讨厌我男孩性格了吗？哎，我啥时候讨厌过？袁青，愿意和我结婚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够哥们儿。啊？不是，够姐们儿。那我爹那边……你爹那我搞定。算了。 这小两瞎话，跟我有啥关系啊？楚叔，当然有关系了。我们打算在报纸上开一个专栏，就叫“婚礼迎合时下流行的婚恋主题”。是不是解签？是，没用。那就借人。解人？南宫长老，把燕七借我们用用呗。啥意思？搞一个婚礼秀，炒作一把话题。我思来想去，就觉得燕七和郭大陆合适，在婚礼上，一个假扮新郎，一个假扮新娘，很有创意。是啊，我不同意。 我们又不是真诚亲，主要是为了扩大报社的经营，但是更主要的是了却我姑妈的一桩心愿。叔，你想想，一场假的婚礼，既能够让郭大婶放过他，还能让咱报纸蹭蹭蹭蹭销量往上涨，一箭双雕。那婚礼过后，郭大婶弄走吧。我姑妈恐怕时日无多，婚礼完了。 可能就真走了。我有个条件啊，婚礼之后，燕琪必须恢复男装，你们几个以后不许再行妖作怪了啊！ 慢点，慢点啊！被卡的嘎了，这忙的看不到眼睛。快点来！哎呀，老丑啊，你还真行啊！在这之前，你还说那郭大陆把你气得压根儿直痒，现在竟然让他娶了燕七，这是燕七你的更年期提前了你啊！这就是阴谋！等会儿，阴谋？什么？ 看什么看？没看过美女啊？兄弟，也不知道我郭大陆何德何能，能让你为我牺牲这么多。你不用跟我说这些，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。
所以我贼感动。其实我一直在幻想这一刻，没想到这一刻真的来了。我知道我没有人家大家闺秀那么的知书达理，也没有人家小家碧玉那么的温柔体贴，但是我既然嫁给你了，我就一定会为了你改了那些臭毛病，做一个真正的女人。燕青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有点分不清现实和虚幻了。是不是感觉跟做梦一样？跟喝醉了似的。呀，是不是梦醒了？燕西，我跟你说，你可以的。你这个女人扮的童叟无欺，如假包换，可以说是以假乱真，巧夺天工，非常棒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可以去当那个采花贼啊，想祸谁祸谁。刚才有一瞬间，我真的觉得你是个女人。我就是女人。我真的是个女人。你别闹了。郭大陆，你看着我。我是一个女人。我真的是个女人。郭大陆。我爱你。从我俩第一次见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你。你都不知道我的心里有多苦。可是今天，我终于把我想说的话对你说出来了，郭大陆，我爱你。行了啊，到此为止了。魏双，你这入戏有点深了啊，怎么演员的诞生啊有点害怕啊？怎么了啊？勾住了。你说啊，兄弟啊，等人散了，咱就走啊。我知道你难受啊，你再忍一会儿，马上让你坐回春野门，好吧？再忍一会儿啊。郭大陆，你过来。
心点。哎呀，我啊，我。要我说呀，这燕琪既然这么喜欢毁妇女儿身，又这么喜欢这狗大路那傻小子，咱们呐，考虑考虑，改改章程。之前那条，百老汇不准女人当侦探，咱把它改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不用，这还不用，这给脸不要脸呢？你这是，你还不嫌你自己磕碜呢？都傻呀，他们这是假结婚。慢，假结婚啊？这阵仗假的，这哪点假了？这根本就看不出来呀！你看你这儿，父母之命啊，那儿媒妁之言啊，夫妻对白，这会儿啊，人二位正假戏真做呢。你还搁这开玩笑扯犊子闹嘻哈呢你啊？哎呀！哎！你疯了，燕琪！把你带走，我才跟你假结婚的，哈！现在你倒是不用走了，郭大婶也留下了。哎呦，你有我好过呀？你这关上门又掐又打的，哎，你看你，你又来，我打死你！哎呦，哎，行了行了，哎呦，哎呀，这如果结婚以后的生活都是这样的话，我宁愿不结婚。哎，那得分人啊！你要是从了我，我保证你比郭大陆幸福一百倍，是悲惨一百倍吧？小林，小林，别谈情说爱了，我这整整一个版面全变相亲信息了，你怎么排版的？不是你答应郭大婶的吗？租给他整个一个版面当相亲信息。这搞了半天被郭大婶给忽悠了，别打了行不行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妈一天不走，我这就走。你瞧瞧，还有好日子过吗？估计以后这就是我的生活。不是。我跟他不一样，怎么不一样？我多温柔，都在院里呢，又打又闹的，玩呢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们今天怎么一个个的表情那么奇怪呀？妈，您啥时候回东海呀？回东海干嘛呀？这儿多好啊，这儿啊！你不可以这样啊！你们俩高高兴兴、打打闹闹的，你们圆满了，考虑到别人的感受。这镇上成千上百的痴男怨女等着我去说媒拉纤呢。你猜怎么着？我今天早上我就买趟油条，这么一会儿功夫，我就把我这个媒婆的事业，我彻底在镇上展开了。这是新的相亲资料，你帮我登一下呗。婶儿啊。我这富贵报真是要变成相亲报了！别在一块儿，说那都别在一块儿。老三呢？贤弟，现在这就贤弟，郭大师找你，你们耗我钱就骗我，全能杀！爹，你们快点帮我们把郭大师给赶走吧！呀。三位长老，遇着什么事儿那么高兴，都板着脸呢？亲家，谁是你亲家？通知你件事儿啊，郭大陆和燕琪的婚事作废了。凭什么呀？凭啥？燕琪是男扮女装。我郭大婶保媒拉纤二十年，我看不出是男是女啊？你当然看不出来了。
因为在男扮女装之前是女扮男装。老丑，你重要的问题你得把话捋顺了再说。刚才那段小话已经说的很糊涂了，能不能再讲的明白一点？我虽然都已经明白，关键是人家。你看啊，我是说啊，我二燕琪虽然是男扮女装，可在江湖上压根不知道燕琪是女扮男装在先，男扮女装在后，所以他们以为燕琪是男扮女装嫁给了郭大陆，压根不知道还有一个女扮男装的前提，所以他们糊涂了，弄不清楚燕琪到底是女扮男装还是男扮女装。是，那燕琪到底是男扮女装啊还是女扮男装啊？我没说清楚。哎呦，你都快急死我了！你就拍拍良心想一想，你干脆说燕琪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大声的告诉我们，他到底是女扮男装还是男扮女装还是男扮男装？本来是女的，后来是男的，再又回来是女的，你听不懂啊？冲他！你这个家长当的呀，你自己孩子是男是女你都分不出来呀？啊，我这外人看着都心疼。你凭啥心疼啊？你当你是谁呀？你好了。啊，赶紧走吧，不要在这丢人了。不是，咱弄啥来了？哎呀，老柯碜，你现在先把燕琪到底是男女整清楚了以后，你再说，这跟着都闹心的。我没说清楚啊。你怎么当的爹呀？你孩子是男是女你不知道啊？啊？你说这个郭大婶啊，他真是太神了！你看我头脑这么清楚，硬是让他给我绕糊涂了。这你得了吧，是你自己把自己绕糊涂了。说好的给孩子们出头嘛，可结果呢，活活把我们的大鹅蛋脸就丢成小瓜子脸了。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跟谁俩？你俩不帮我还磕着我，你真是的。郭大陆，哎哎，在哪？都怪你，这咋怪我呢？你不来，你姑妈能来啊？你姑妈不来，燕琪能受那么大委屈啊？这婚也结了还不走，不怨你怨谁？岳父，闭嘴！干爹，你再叫我拍死你！哇，这什么人物？快，干爹！南宫长老，那你说我咋办？你走，现在就走。我觉着行，盘缠我出，离开山庄，彻底的消失，年节的也没有必要来往。你走了，你姑妈就走了，我二燕琪也就解脱了，你走了，山庄就安静了，世界就和平了。哎，我说，这也算个法吧？简单粗暴，我认为最有疗效。不行。郭大陆是我们议员，他不能走。对，要走也是郭大婶走。你说不过郭大婶啊，扭头就撵走郭大陆。我不同意郭大陆走。你凭啥不同意？爹，我跟郭大陆已经结婚了，我说了不许他走，他就不可能走。你为了这臭小子跟我顶嘴呀？明明是您不讲道理。我今天就不讲理了，我和郭大陆二选一，我就不信你能跟这个小子跟我翻脸。行了，别争了。南宫长老说的对，只要我走了，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。大陆，对不起，给大家添麻烦了。你们对我的好，我都会记得。郭大陆，你是没有听清楚吗？我说了，我不许你走。燕琪啊，之前的结婚闹剧呢？就当咱俩拜把子了。以后你要是有什么困难，我一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，好吧？大陆，大陆，你现在满意了吧？
来是侬爷，原来是侬欢喜的人，侬选啥人？又被我当中就选一个。哦哟，侬爷真是的，出了噶难的题目。哎，我帮侬简单化好吧？侬爷帮郭大陆掉了水里向，侬救啥人？我爷伊会得仰泳，郭大陆会得狗搏，啥人也不需要我救。那么，侬爷要是帮郭大陆打架的闲话，侬帮啥人呢？搿哪能可能啦？我帮侬讲啊，我爸他就算打死郭大陆，郭大陆也不可能还手的，最多就保他。那么，侬爷要是偷袭郭大陆呢？偷袭又肯定会得还手的呀。伊要么脑子坏脱了，伊偷袭郭大陆，伊吃饱了苍蝇害了偷袭郭大陆。我来帮侬假设好了，侬脑子。得了啦！好了，侬不要讲我了。我问侬啊，如果是你妈还有林太平，你选哪个？哎呦，我妈帮林太平啊！根本我谁也不要选。根本好了，你让我去选我爸还有郭大陆，怎么可能嘛？如果是我爸和郭大陆，我啥你也不想选。哎呦，真是！哎呦，烦死脱了！侬爷噶错噶难个题目做啊？真烦死脱了！我帮讲，我脑子坏脱了。伊真的就是脑子坏脱了。我真吃不消伊啊，侬晓得吧？伊整天辣海屋里向搞搿搞埃个，搞搿搞埃个，不晓得想啥物事，就是不晓得伊辣海想啥物事哦！真的是啊，真是脑子被枪打过了的感觉。坐吧，杨姐。爹以后啊，不再为难郭大陆了。他十宗十六啊，你们自己决定吧。为什么？爹本来是想保护你，怕你受委屈。没想到让你受委屈的恰恰是我这个当爹的。爹，对不起，我今天不应该跟您顶撞的。您娘走的早，我这个大老粗赶鸭子上架，又当爹又当妈，这么多年笨手笨脚的，啥都没做好。不，您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做得好，给你出这么大个难题啊！思来想去啊，爹太自私了，生怕别人把你抢走了。你不怪爹吧？我当然不怪你，爹。您为了我牺牲了那么多。其实有一个问题，我一直想要问您。你问吧。您这么多年一直都单着，是不是怕我会不幸福，所以一直不肯成家？不是，谁能受得了你爹这臭脾气啊？这江湖这么大，总不能一个喜欢您的人都没有吧？也是。中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收拾收拾啊，早点休息吧。有我照顾您呢，咱回东海，我给你买房买车，我再娶个媳妇儿，让你开心。就你那脑子，我指望你。这儿住的挺好的，我不想走。郭大娘，你们别走。我倒是不想走，可是
您放心吧，我爹已经答应我不再为难大陆了。而且我还想请您帮我说个媒，找个贤惠点的可以照顾家的女子。你找对人了，我保媒拉纤20年，这天底下就没有凑不成的姻缘。我姑妈说媒可厉害，正真八字拿来呀！啊，来，这儿。南宫丑，对，就是我爹。你，咱俩还是回东海吧。哎，姑妈，你都答应人家了啊？你能换个条件好点？郭大婶，您不都说了吗？这辈子就没有您保不了的媒，您怎么还挑挑拣拣的呀？不是，他那个条件也……我爹条件怎么了？是，他可能长得是不够帅吧，但是他个儿高。他眼睛虽然不是很大吧，但是他个儿高。他鼻子虽然有点啪吧，但是他个儿高啊。就剩下个儿高了。知父莫若子。婶儿啊，这俩男的你都能凑成一对，男宫丑这一单有那么难吗？天下有的是女子。这单我接了。哎，走。哎，我们这保媒的吧，全靠一张嘴，语言得包装，是吧？南宫长老这次这身高怎么也得45入一把吧？是，直接写2米。对，快写上写上2米，快。哎，他是百老汇掌门人吧？少副的，我爹是正门，都一样，就写百老汇掌门。对，南宫叔这个武功天下第一啊，这个可以重点写一写啊。对对对对对，武功天下第一，武功高没用。他能舔着个老脸去参加比武大赛，挣个奖金什么的呀？直接写收入，不好使的。写，这南宫叔的收入，还是别提了吧。提，必须得提，要引起一种微妙的误导，让人觉得他特别的有钱。怎么误导啊？最新一创业，立志当首富。挣着挣不着再说嘛。是他立个志嘛，咱们也没撒谎。没毛病。哎，不是，这怎么听着有点像我爹啊？会不会引起什么误会？不会的，他，你，林长老他有老婆呀，再怎么想也不可能想到那儿去。那么想太阴暗了。我觉得这个表述也没有多夸张，挺符合事实的。运气我挺你。哎，是吗？不是吗？写，没意见是吧？没意见，抓紧推广。通过，干起来。你们瞧着啊，我郭大婶保媒拉纤20年，就没有您凑不成对儿的姻缘。简直是胡闹。你们几个熊孩子竟然想出这么个馊主意！王叔，怎么就胡闹？怎么就馊主意了？是啊，我们替南宫叔找个媳妇儿不是挺好的吗？就是，不能让南宫长老一辈子单身的。嗯，燕琪啊，你要知道，你娘泉下有旨，她一定会反对你的。爹，你这什么理由啊？燕琪娘都过世十几年了。这不就才十几年吗？怎么着就熬不住了？要知道，这世上有多少贞节牌坊啊！是是是，王叔啊，我爹为了我把自己的幸福都给耽搁了，现在我已经长大了，也该轮到我为他好好着想着想了吧？你打住！你要真替他想，你就应该想办法让他怎么样保住晚节。哎呀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几个熊孩子，这天底下单身的男人这么多了，你们怎么就偏偏的替南宫丑的一个人撮合呢？哎，王叔，您这么生气是不是因为我们只给南宫叔找媳妇儿，没给您找啊？这，哎，哦，你这个熊！三位长老全都不是孤家寡人了，就剩您一人，你有点不乐意呗？我没事啊，南宫长老找完老婆之后呢，马上给您张罗。对嘛，我们一个一个来，不要着急，王叔。爹，别激动，我尽力给你解决。对，您要想找媳妇儿，您就直说呀。是啊。对呀。我呸！我王福雷重妻一生，醉心事业，教育子女，已经很充实了，不需要。我看你们几个熊孩子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爸，现在是到了该我们操心的时候了。爹地们为我们操心了这么多年，我们怎么就不能为爹地们好好操操心呢？嘿，你们这是哄小孩来了啊？哼，笑话！
难道说我们大人的幸福还让你们几个熊孩子安排吗？我是真心的，你是什么？我是很了解你，还得放开一点。不是你们，你小的时候就一直教育你们，你要孝顺，要为父母着想。此时此刻我长大了，我当然要为你着想。大哥就不懂事了，他小的时候就教育我一定要为父母。他小的时候教育，我现在替他教育，就跟你一样。现在长大了，你也应该这么教。瞧那个倒霉模样吧，还搞对象，这郭大婶也是啊，瞪俩大眼的愣说瞎话，愣把老丑包装成老林了。王长老，哎呦，啊，郭大婶，嘛事儿啊？哎，要我说呀，你们就别合起伙来糟践人了。你瞧瞧，你把那老丑都吹成什么样了？这不得让他见光死吗？怎么了？只要是人一到，就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，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。不过王长老，我得麻烦您帮个忙。哦，找我帮忙啊？嘿嘿，没空。哎，等会儿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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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过来，你找我嘛事儿啊？媒婆的事儿我也不擅长。我正在给这个十几位入选的相亲对象写通知呢，可是咱们这是富贵山庄啊，还是富贵山庄啊？嗯，这会儿我还真有点空啊，来来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这样吧，嗯，我帮你添上吧，啊。那真是给您添麻烦了。哎呀，你瞧瞧，你客气嘛啊，嗯。哎，交给我你就放心吧，啊，你走吧，走吧，走走。哼，还竟敢叫人来我的富贵山庄，我给他来个调虎离山计。我路款都给他写上卖鸡翻桌。我把人都调那儿去了，他们要见不着人，会不会又到山庄里来呀？嗯，有了。向浪尽天涯，无牵挂四海为家。听风雨潇洒，带一件纵马，披荆棘独饮斩黄沙。月梦里对酒诗年华，任岁月无情染白发。断愁长离树下，挥刀斩青马。爱难断，最难是放下。若有千愁，何必入心骨。万缕丝寄望于江湖，来金戈路，看戏曲弦乐府，长风轻树都化作尘土。
丝寄望于江湖。东来金阁路，看西去仙人赋，长风轻树都化作尘土。我欲问路，灯火阑珊处，才明白英雄是孤独。漫漫人生路，只把酒消沉俗，想知一笑，从此醉江湖。